手被你紧紧握着，梦渐渐有了颜色，爱越是不舍，越害怕离开。别说话，就这样拥抱着，让时间停泊在这一刻，不要流泪，如果星星会坠落天空，依然还会有云舍，就一生一世相守，爱过灿烂的像烟火，不要难过，如果我随风飞走，我会记得是你呀、啊，叔你好。哎，你们认识啊？认识啊，上次就是他在大街上帮我抓的小偷。行啊。哎，你没跟他们说呀？啊，说了说了，可没想到就是您呢。是我是我，来来来，这儿坐这儿坐，来过来过来。叔哎，来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你不大爱讲话呀？你这可不行，当警察呀，那都得练成婆婆嘴。哎。以后我再跟你说这个。您说我们家三儿他能当警察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我呀也是警校出身，我跟我们警校的老师说了，警校的老师说他可以去试试，要经过面试，还要经过体能考试，还要经过笔试，成不成啊那就看你的了，你得努力啊。您让他试试试试，只要让试咱就有机会，是吧三儿？是，真没想到，争气啊三儿，咱们家居然能成为警察。上警校也就罢了，可我想考刑警，没想到录取我的是户籍警。你想想，户籍警天天都干什么呀？整天就是鸡毛蒜皮家常里短那点事儿。我三儿，这话说的不对啊。警察就是警察，你是警察不？那你就得为民除害啊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想让老三把我当成害虫那样给除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得逞不了，以后三儿一定是条汉子，是不是？以后咱们家兄弟几个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有个照应，轰轰烈烈干点事儿。嗯，哎，我得先把老三摘出来啊！老三以后是警察了，跟你不是一个道儿，不能跟你混为一谈，啊，走正道了，是吧？行，你们都是正道，我歪门邪道，行了吧？老大，哎，知道吗？谢大爷他们呀，听说老三考上警校了，都过来祝贺。老三真行，真行，真有出息，你真有出息，真有出息。谢谢各位了，师大妈。那我们哥四个这些年，多亏了各位街坊这照应着，我们爸妈走得早。我这替我爸妈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应该走，应该走，应该走。给各位大妈大爷鞠个躬。谢谢大家。跪呀，给爸妈磕头。爸，妈，儿子们不孝，这么多年了，今儿个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老三考上警校了。
要当警察了。爸，妈，我们都挺好的，你们放心吧。爸，妈，你们好。我也尽快出去，哪怕拿脚趟，我也趟出一条路让你们看看。爸，妈，我一定努力做一名好警察。爸妈，我决心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小孩，兜里还有吗？问你呢。小兔崽子挺趁钱的你啊！明天这个时候带十块钱在这里，听没？嗯。不许跟任何人说啊，要不然我整死你，听没？听。干嘛？把钱拿出来。你谁呀？端管闲事是不是？管了，把钱拿出来！大天白日抢人小孩的钱，我不信这事儿没人管。谁管呢？谁不管？警察管。拿出来，赶紧拿出来！不拿，不拿我喊人了。你找嚣是不是？找嚣了，我怎么着吧？我来人，来人，有人抢钱！你喊什么喊呢？我逗他玩呢。泼妇！红梅姐，你真厉害。四儿。怎么那么老实啊？嗯，在外边被人欺负都不言语一声。走，回家去。来来来，吃饭喽！老二，吃饭了，快！对，来了。我来，我来。哦，这么多呢！别管啊，我真香啊！红梅姐，你这一来啊，这日子真是不一样啊！这饭是饭，菜是菜，衣裳是衣裳。红梅姐以后常来啊！来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哥。你说是不是？那红梅姐一来，你回家也不用干活了啊，省心了吧？啊，也不用烦了。最最重要的，是我哥不会挑我刺儿。挑你什么刺儿了？在你眼里，我永远跟那流氓是一伙的。赶紧吃饭吧，这么多菜堵不上你嘴。嗯。红梅姐，你什么时候再来呀？等我有时间了，我就来了。好了，别送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没要送你吧？哎呀，我这常来常往的，又不是找不着家，回去吧。没事，我送你吧。三儿，你自个儿回家去。啊、行，红梅姐再见。好，早点睡啊。嗯。行了，别送了，我到前面坐车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我送你回去吧，太晚了，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以前我到你们家，不是我一个人回去的吗？今儿就让我送你回去嘛。今儿跟平时有什么区别吗？行了，明儿单位上见吧啊。姐，有什么话，明儿到单位上去说啊。梅姐，咱们认识好多年了。九年了。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，我现在长大了，再大也没我大，我大你七岁呢。好了，别胡思乱想了，乖乖回家睡觉去。过两天我又要出车，一走得一个星期。我派的，我知道。我不放心。老三在警校上学，家里就剩老二跟老四，老二一天到晚就在外边瞎混。没事儿。你走你的，有空了我过来给他们做饭。我知道，你的工资往我们家贴了好多。得了，别算这些小账，没意思。梅姐，我想别胡思乱想了，回家睡觉啊，太晚了。姐，我知道你比我大，可那又能怎么样？梅姐，我喜欢你。
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我就是喜欢你，喜欢你好几年了，天天一块上班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，这不可能。我比你大整整七岁，这不是小事儿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听话，回家。梅姐，别忘了啊！小孟过来，一会儿告诉他。正好，你单子。梅姐，我约了个女孩，她今天白班，晚上一块吃饭呢。我不去。哎呀，别在这儿耍小孩脾气。你也不小了，25了。你呀，是没谈过恋爱，没跟同龄的女孩相处过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还是同龄的人在一块儿，看着般配。反正我不去，我眼里没别人，我不去。下单子了，红梅。嗨，你看这人，我让他去趟上海，多好的差事，人不去。我去。好。九五，我跟那女孩约好了啊，人家挺好的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又会做饭，家里也没什么负担。说了不去就不去，要去你自个儿去。介绍那么多个你都不去，你到底想什么呀？我想什么你心里清楚。四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我找红梅姐。在。红梅姐，你今天还去我们家吧，行不行啊？谁让你乱跑的？啊，你学校离这儿多远啊？放学不在家写作业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你再乱跑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滚回家去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有会儿冲我撒行吗？冲他嚷什么呀？三儿，没事儿啊。行，你想吃什么，梅姐给你做啊。去拿筷子。啊。我是不是不该来呀？你要再这样一句话都不说，我就走了啊。梅姐，你今儿来了，那明儿呢？怎么了你？我比你大七岁，我要是跟你一样大，我什么都不用你说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在乎。我是对你好，我是心疼你，可是那和男女的好不一样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是个没妈的孩子，你们四个一样，一个比一个小，一个比一个可怜。你是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直是可怜我们？陪我聊天，说话，上我们家给我们做饭，就是可怜我们。除了可怜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没有。在我眼里，你们都是孩子。你说我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我。你以前可以没想法，可现在有也不晚。我说过了，咱俩不合适。我比你大七岁。这是小事儿。除了这个，你还有别的理由吗？大七岁还是小事儿啊？大哥，你来干嘛啊？你可别告诉我你又闯什么祸了啊！我不找你，我找你那供销科科长。供销科长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我们厂削尖脑袋，你想进哪科室你都进不了供销科。
就你们这破工厂，让我去哪科我都不去。我找你们那供销科长谈点小生意。走了。干什么？是那边不？我说老二啊，你又折腾啥呢？我谈点生意，这你上班去。过，这，忙你的去，你别再给我捅娄子啊。那个，我没给你带什么礼物啊。不过这个，我帮你一忙，啊，全当是送礼了。你能帮我什么忙？我这可很忙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。嗯，我想到你们厂收点废品。咱们这可是国营的橡胶厂，所有的残次品都不让出厂，哪来的废品啊？哎呀，我说的不是你们厂那什么轮胎啊、鞋什么的，那些我都看不上，就你那报废的130，一共2辆，是吧？报废半年了，在停车场搁着呢，风吹日晒。不是，我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啊。你想啊，它就算是废品，它也是国家的废品，那你不能在那儿什么饱经风霜的烂成泥巴吧？真的，2辆车我都要，你把它卖给我，我出那价肯定比你卖废品要高。2辆你都要？都要？不，目前我只要1辆，半年之后我有钱了，我再买另1辆。你觉得这生意咱们能谈吗？疯了！疯了你啊！你简直就是疯了你啊！哎呀，闭嘴吧哥！在我这理想实现之前，我不要求你理解我，但你别成天在我身边叨叨叨，你这打乱我思维，知道吗？行，我不打乱你思维。哎，可你总得告诉我吧，你花那么多钱买一辆报废的汽车干嘛呀？拉我一吃啊？不是，你别管我，你别在我眼前晃行不行？我要听你的，我一辈子得穷死我。不是二哥，你不往家挣钱，我不说什么。可你也不能打着滚往外拜吧你。行了哥，别管我了行不行？你有什么好看？就是辆报废的汽车。你不懂你。我司机，我开那么多年车，我不懂，不比你懂车啊。怎么样哥几个？哥回来了。钱交了吗？钱交了。合同拿回来了。二哥，我觉得这院子有点背你，咱那录像厅就在这人管，咱应该换个地儿。那开录像厅是以前的事儿了，而且我挣的第一笔钱也是在这儿，有感情。最主要的是这儿便宜。哎哥，那老板有消息吗？金老板。啊，他出来了，回东北。哎，季师傅，这车好修吗？还行吧。哎，那个有几个关键的部件，嗯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小二，你得买一下。小陈，哎，把它都买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来啊，行，放心哥，忙活吧啊。请进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花蕾蕾在吗？秦大姐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哦。哎，我有段时间没来骚扰你了吧？你怎么样？还好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一开口就拒人千里之外啊！我呢起了一个公司，有点手续来税务局办一办。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？不用啊，我手续都齐全，我都办完了，我就来看看你。谢谢。过得开心吗？还好。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高兴？没有啊。肯定不高兴。我就这样。国家单位天天都一样，我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，
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。啊，哎，明天我公司开张，大小有个仪式，能不能来？来不来吧，我特意选的星期天，我说过了，我这辈子肯定会有出息。现在我起步了，我想让你看着我起步。真的，我这辈子就这一回起步了，你要是错过了就看不见了，以后我就腾飞了。真的，我许的愿不是空中楼阁，都是一砖一瓦、实实在在给堆起来的。我等你啊。好了，你先走吧，我还在上班呢。好，上班上班上班。这天上要是掉块砖下来，不小心砸着我了，哎，那砸着可不是一普通人，砸着可是一经理。还当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？弄一搬家公司，谁家搬家不是亲戚朋友、同事哥们搭把手就搬了？用得着你开这么个公司？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花这冤枉钱，行不行啊，哥？你怎么一张嘴都是我不爱听的？你这功夫打哪练的？你教教我呗。我告诉你啊，得学个新思维，好吗？你找亲戚朋友来帮你搬家，那累了是不是得请别人搓一顿啊？那磕着碰着了，你好意思让别人赔吗？我告诉你，钱花了不少，还欠别人人情，欠别人人情不得还啊？里外一算，这钱交给我们搬家公司，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合适。那破一块玻璃，我们赔一块玻璃，是不是？你不懂，这叫生存空间。所以，我们的口号是：你搬家，我出力，我出力。谁敢把家交给你们这几个，疯了！生存空间，我说是国家给你这生存空间，还是你自个儿头脑一热瞎想的？国家没告诉我，但是国家给我注册这公司啊。那证明国家告诉我行，要不然他让我注册公司呢，是不是？那个花蕾蕾，现在注册的公司都五花八门，好多都是从前没有听说过的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你看看，听见没？摸着石头过河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眼前没路也没桥，只能自己升汤。祝贺你，公司开业大吉！谢谢。好好干，争取成为一匹真的千里马。那可不，看看，还是人家一枝花和英子理解我。你看你，来吧，进来看看，来来来。哦，慢点啊，别磕着碰着了啊。行，大哥。您看看都齐了没？差不多齐了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！告别筒子楼。是，不瞒您说，盼了几十年了。我30年工龄，现在才轮上我，真不容易。兄弟，您呐还得多费心，让弟兄们呐小心点。不，我不抽烟。您放1000个、10000个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天开张，应该感谢您给了我们一开张的机会。我得多谢您。哎呀，哎。您这都快离开了，还一直拍照呢。哎，住了几十年了，留个念想呗。啊，哎，大哥，那能不能帮我们哥几个拍张照片？好啊，行，哎，来，谢谢啊。哎，哥几个来，让大哥帮我们拍张照片。哎，往这儿瞧啊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。
这钱不能花，这可是咱们挣的第一笔钱，得留作纪念。以后逢年过节，咱得想着，对吧？去看望一下人家。哎，要是我忘了的话，你提醒我一下啊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二哥，照片留着当纪念，这钱……少打主意啊！这不是钱，这不是钱是什么？这是证明，证明咱们开搬家公司有人买账，有人买账就说明那是条活路，是条活路，咱们就得见山开山，见水劈水，弄出条光明大路。少跟我动摇军心啊！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等会儿啊。我说二哥，啊，咱往后别往回收这破烂行不行啊？怎么了？人家搬家换新的，把这旧的给我们，到我们这收破烂的呀。这是替别人排忧解难，对不对？要扔也是我们帮别人扔。别扔啊！你这当劈柴烧它也疼啊。对呀，当劈柴啊！我告诉你，当劈柴积少成多，一车能卖不少价钱呢。啊，这边这边。有人没有？上，有人没有？哎呦，谁呀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是这儿的负责人呐？啊。哦，把营业执照拿来我看看。哎，要不去办公室先喝口热茶？哦，不渴，把营业执照拿来就行。执照。我是这儿的管片民警，我姓陈。啊，陈哥。哎，别叫哥，弄不着。陈警察，大哥。对。来。你们在这儿办公司，治安什么的归我管，希望你们好好配合。要合法经营，不要干违法乱纪的事儿。哦，那肯定，我们一定合法经营，绝对不在你这个拐片上给您添乱，是不是？是。这儿弄一堆破桌子烂板凳干什么？你们还回收旧家具啊？不是，那都别人扔的，那堆的没人要，我们捡回来，我们也正愁往哪放呢。我说呢，这也不是你们的营业范围啊。他们也是你们公司的人啊？他们仨？啊啊！你长得还行，他们仨长得可是够怪的。哎，回头啊，你们把身份证都复印一下，给我送派出所去。行，哎，烟，我有。哎，抽什么烟？这地方不能动火。哎，我还忘了提醒你了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防火。哦，忘了，您这提醒真对。哎，这里面以后不准抽烟啊。行了，走了。哎，好，送了送了。要不这喝口茶？哎，来。哎，陈警察，再见啊。德行，我们仨长得奇怪怎么了？长得奇怪又不犯法。行了，陈警察说的很对啊。不过陈警察倒提醒我们了。哎，你们有认识那个会木工的吗？有。我二舅是房管所的木匠，真的。嗯，哎，你问问你舅，让他公休的时候能不能到这儿来，把那些破桌子破椅都修一修，但凡修好能卖出去的，按件给他提成。成。我替我二舅说成。好，行了，把那舌头捋直点啊。哟，来活了。喂，你好，千里马搬家公司。哦，工商局打来的，叫你明儿去开会。二哥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哎，说私营公司有很多不正之风啊。以大欺小啊！请客送礼，大吃大喝，挖社会主义墙角。行了，
那二哥，风声不好，那你说咱公司还开吗？为什么不开？为什么不开？啊，听喇叭呼叫就不种豆子了？天上有云彩就以为要下雨，躲着不出门，不出门啊，不出门啊？那没云啊，下雪呢。我这，哎呀，哥，行行行行行，你扫你的。我知道你想在我这儿打听点什么，可我真的没什么可告诉你的。我知道的也是从报纸上看到的。我们内部倒是传达过文件，但也是说对私营企业的税收要认真严格，别的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能出来陪我吃饭，我的心早就不堵了。妮儿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开公司，这么大一国家，鼓励个体经济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好吗？一堆人跟着扑通扑通就下海了，没几天又翻脸了，这不让人活活淹死的吗？不过，我还是相信我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你相信吗？你的公司现在盈利了吗？还行吧，只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这搬家公司。以后就知道了，多说这淹死的是会水的，我看这波下海的也没几个会水的。你说这要都淹死了，我得说这些人是壮士。哎，今天这顿饭我请你吧，毕竟我每个月都领工资。干嘛呀？真把我当壮士？你放心吧，我淹不死，只要我活着就轮不着你掏钱。别一个人这么跑啊！嗯，多危险呢，路上那么多车。四儿，回去把作业。四儿，过来。谁让你来了？不是跟你说过不许来吗？我想红梅姐了。你还犟嘴你？干什么呀你？回去。他想来看看我，你觉得不行啊？他是我弟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回去，再来我打你。你看，走。行了。后天你去趟青岛吧。我不去。你已经拒绝好几回了，湖南你不去，山西你不去，湖北你也不去，你再这么不出车，没有道理了。我就是不去，有本事你开除我。你这不是犯浑吗？马学武，我提醒你啊，你是个大人，你不是个孩子了，你是这个厂里的职工，你不能不出车，天天在这晃吧。我就是不去，有本事你上厂里告，让厂里把我开除了。你以为厂里真不敢开除你啊？啊？你想过吗？你开除了你怎么办？三儿上初二，老三上警校，老二开公司自己还赔着钱呢。你要是被开除了，你们喝西北风啊？你跟我犯混蛋，你不能混蛋的让一家人没饭吃吧？单子我放这儿了啊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听我说，撒手，撒手！坐。
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。话我也都跟你说了，不就是打七岁吗？我没觉得有什么。打十六岁，我就没爹没妈了。我爸妈死那天，我就不是小孩了。我得照顾家里，照顾他们哥仨。到现在都九年了，一天一天的，天天都是事儿。吃饭是事儿，睡觉是事儿，上学是事儿，生病是事儿。我天天都怕出事儿。这老二又不断给我捅娄子，有时候我这觉着过的不是九年，过了九十年，我都是一老头了。别胡说，你刚二十五。我是司机，整天天南海北的跑，心都是天天吊着。家里没人管，我真是怕出事儿。这老四都上初二了，这快考高中了。可你看他那样儿，胆儿比老鼠还小。我出去能放心吗？梅姐，我真是觉得，谁给我当媳妇儿，谁是倒霉了。因为我没想别的，我就想找个人帮我照顾家里。我也不挑什么，我也没得挑。这么些年，钱我也没存下，就是想给人买身漂亮的衣服都买不了。这些年我也没对谁动过心，我也没那份心，也没那份力。我就对你动心了，因为你不嫌弃我，你对老四好，对老二老三也好，对我也好，你是个好人。大点就大点，我不在乎。你说的，你不在乎我比你大七岁。我不在乎。等你三十岁的时候，我都三十七了。到那会儿，你别说我比你老。我不说。你记着你今儿说的话，要是有一天你嫌我比你大，我让天打雷劈了我。你记着，我是被甩过一次的人。如果再被你甩了，我就去死。梅姐，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先死去。你答应我了。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他都答应了，我们都说好了。哥不行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我来就跟你说一声，说不行也没用。哥，我问你一句，你看上他什么了？人好，会做饭，能照顾家，会心疼人。还有呢？这些就够了，这就够了。哥，你有想过男女那事吗？你想过吗？想透了，他要结婚的。不是，你根本就没明白我问你那话什么意思。我问问你，你想他的时候，你心跳吗？你有冲动吗？你心里会觉得甜吗？你见不着他的时候，你会有那种茶不思饭不想、暗无天日、没指望、没盼头，你觉得活着特没意思。你有没有把他当成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、捧在手里怕摔了、拴在腰里怕丢了那种，就像那种命根子一样那种女人，有吗？你
想这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我没想，我想都实打实的事儿。我说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儿。哥，你没谈过恋爱，你不懂。我承认，萧红梅是个好人，但她是我们大姐，你不能把一大姐当成嫂子把娶回家吧？二子，以后我不许你这么说她啊！我是为你好，你知道你搭进去什么吗？你搭进去是一辈子，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这结了婚就得一辈子。我乐意，心甘情愿。哪像你啊，净少想那些够不着的事儿，一天到晚心里惦记人一枝花，惦记你，惦记到了吗？惦记成了吗？我现在不成，不说明以后不成。好歹我知道那是花，好歹我知道那有盼头。您呢？您这够不着了，你直接一弯腰，土里拔一萝卜，那萝卜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老二，萧红梅她不是萝卜。她是你大嫂，就是萝卜。一切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还在我心中蔓延，像绚烂的光线，在那一瞬间就注定了永远。岁月如烟飞逝的画面，爱的诺言变得沉甸甸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爱就是勇气，就算尝遍没有人相信还会有延续，爱就是魔力，只要看着你清澈的眼睛，心就变得透明，又像是第一次相遇。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全世界笑我都不在意，没人能代替，我只为你相信。爱就是魔力，为你放弃一切我都愿意，在我的生命里你是